宵夜。然后我先把面先烫热，然后等一下再把它加进去。加上 cheese， 讲讲 cheese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慢慢的融。完成上锅，好面好了之后呢，放这个小菜啦。吃面一定要放一些小菜，阿美的爱。菜吃宵夜啦，哇，起司面，哇，超浓郁的，有没有？哎，不是我吃要吃的，再帮我吃可以吗？哇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像我们今天辣炒年糕之后宵夜二吃，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划算。因为我只买了一包面的钱。然后我有在加那个。明明就是不想让我吃太多。因为去买个烧烤也要200多块，好花钱。其实有点想吃烧烤。然后我就加个面，加个菜。哇、欸哦！我就吃到喷水。多好吃啊！这个。告诉你，那个辣炒年糕本来就是该加面的，差很多。你很夸张，哪有差这么多？你刚是想学原住民讲话吧？但是又把它转回来，是不是？这里，你的在这里。因为原本100分，
拉面200分，跟梦差很多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你可能觉得吃年糕好像少了什么这样。不是，我觉得面弄下去，它有综合掉它那个辣味。因为我没有再加酱啊。然后，对，就有综合掉，然后加 cheese。我晚上有加 cheese 啊。他不要吃这个蛋蛋。你不要吃蛋。你快点哦，他不要的话，他会把那个蛋黄开始毁掉哦。不要吃，妈吃。各位朋友，还没订我们小 Yuna 频道的，赶快订起来啊！订起来，吃货肥妞小 Yuna， 然后呢？你们订的越多，小 Yuna 就吃的越多。真的很爱吃，我所以他真的很厉害，我真的觉得。太黏，你是单纯给它起司面对不对？对，起司面。我感觉还在。他喜欢拉面，乌龙面。对啊，小鸡翅，啃这个也可以。他刚刚那个鸡翅很超干净的。对啊，吃鸡翅的影片就在小鱼那里。加上有点饱了，因为他刚刚吃那个鸡翅都吃很多。这个年糕面有点像那个韩式有出一个年糕面，年糕起司面，哦，那个也好辣。我现在觉得做这个做的好吃，我真的觉得。你少爱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说这个真的好吃。这妈妈这个绝对不会是饿或者拍戏拍太累，这样。没有，他刚刚有没有想要去买烧烤，然后我就觉得好浪费哦。不过我加个面就。我没有要去买烧烤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契机是，你突然在看烧烤的那张名片，我就想想吃烧烤吗？不然我去买。从这开始的。完美。后面有塑胶袋吗？开心嘞，我乱玩，好听，我就知道，想要打针，我那阿美好可爱哟，去拍戏回来就是要抱我家的阿美，都是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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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肥肥短短的好可爱，等到抽高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画面，头一样这么大，像这种面啊配个韩式小菜就还蛮好吃，满足，这就是我们的韩
韩式年糕二吃，好吧？那吃饱。跟大家介绍到这边啦，拜拜。阿美。